好啦，嚟到生肖呢一部分啦，咁我想问一问师傅先啦。嗱，今年牛年啦，咁我唔话个生肖俾你听先啦。成日啲人都话本命年，本命年。嗱，你估下我咩年咯？成日哇，师傅个个都话嗱，你今年又犯太岁啦。哇，年年咧由我一零岁开始，一岁啊，我妈就话你啊，成日都犯太岁噶啦。咁啊，啲师傅年年都话犯太岁。咁點樣又犯太歲？師傅我犯咗幾十年嘅咯，跟住涉太歲又涉咗幾十年嘅咯。我由幾歲開始，我阿媽成日都話：你啊衰仔，今晚年尾咧又翻屋企涉高個枕頭諗下啦。哇，涉咗幾十年嘅咯，師傅點算啊？又涉啊？得唔得噶？其實涉太歲，你咁關心，你肯定係屬牛嘅啦。其實咁蠢咧，唔係屬牛，屬豬嘅應該涉極都係咁蠢啊。咁應該點啊，師傅？其實咧，今年咧犯太歲，的確係神無嘅犯太歲，就係嘴係食太歲咯。咁今年咧，其實2021年咧，上面講俾大家聽，有幾個生肖咧都係犯太歲嘅。咁大家真係要注意嘅。咁首先咧，頭先講咗啦，神無嘅啦，本命年啦嚇，跟住咧就係羊啦，屬羊嘅。啊，跟住咧就係就嗰個狗啦，都係好緊要噶。跟住咧就係龍啦，啊馬啦。咁啊，如果要好運嘅話咧，其實都係涉埋太歲會好啲嘅。咁呢啱啱講嘅呢幾個生肖嚟講咧，其實就真係屬於一個犯太歲嘅一年咯。咁所以運氣方面都係要注意啊，如果真係要犯埋太歲，安全啲嘅。即係都係要少一少，好啲嘅。OK， 咁嗱啊，犯太歲嘅朋友就要注意啦。咁啊，好運嘅朋友仔會係邊啲生肖咧？哦，今年2021年咧好運嘅其實有幾個嘅。首先講最好運嘅咧，其實恭喜嗰個屬猴嘅，即係馬騮啊。咁屬馬騮嘅人咧，佢唔使講啦，佢2019年當中咧，佢就經歷咗好多不順利啦，終於輪到今年嚟翻身嘅，就2021年。2021年咧嚟對屬馬騮嚟講係大好，即係紅運當頭嘅一年，可以咁講啦，只好運係佢噶啦。跟住就有幾個生肖都算好運嘅，例如咧，雖然即係老鼠啦，佢係都有好非常之好運嘅一年啦。例如佢個財運好好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屬老虎嘅運都係唔錯嘅。哦，這個就係我正想問嘅嘢啦，因為基本上大家睇我啲片都知道，我18區都有女朋友噶嘛。感情運，師傅最好邊個生肖啦？感情運。感情運方面咧，其實今年嘅桃花運都有幾個咯，都幾旺的。牛冇啦，係咪啊？要犯太歲。牛就真係冇份，牛就冇份噶啦。咁但係有幾個都係有份噶。啊，第一咧就最好嘅桃花運嘅其實係馬騮嘅。又係馬騮喎，真係。馬騮真係好旺。跟住馬騮好旺好旺嘅，跟住咧就係由老虎啦、老鼠啦。跟住屬馬咧，同埋屬雞嘅呢幾個嘅桃花運咧，今年都係好旺嘅，只不過旺得嚟咧唔同嘅喎。啊，例如啦，屬猴嘅咧，今年嘅桃花運咧就好犀利，例如咧佢會仲遇到自己一見鍾情嘅桃花啦，即係單身噶，或者係容易遇到雙方都愛我地方啊，即係雙方都中意地方嘅好滿意嘅桃花係今年噶啦，所以真命天子咁樣啦。係啊，真命天子唔單止啊，容易結婚噶。今年最容易結婚嘅生肖咧就係馬騮嘅啦，咁啊同埋最重要就係佢終於可以揾到一個中意自己、中意對方又中意自己嘅雙方都中意嘅桃花，啊真真相愛㗎，係呢個叫做兩情相悅啦，呢個好緊要㗎啦。呢啲係大家都夢寐以求嘅啦，咁大完美嘅桃花運咯，就係今年嘅屬馬騮嘅。咁已婚嘅桃花，已婚嘅屬馬騮嘅咧，今年就有機會結婚，即係叫做。天丁啦，系啦，就天丁系啦，咁所以都系个好运噶吓。咁如果系讲紧系属老虎嘅桃花咧，今年就其实都可以揾到一个帮助自己嘅桃花嘅，即系几帮自己嘅。但系咧就美中不足咧，就系一方面咧就以前一方面系冷淡少少嘅，咁就唔够完美嘅呢个吓。咁但系优点就话咧，佢终于可以遇到一个几帮自己嘅，或者系帮到自己嘅桃花嘅，其实都属于唔错嘅桃花运啦吓。咁咧就老鼠啦，頭先講咗啦嘛，老鼠今年個運好好噶，其實嚇佢都會遇到唔錯嘅桃花，其實桃花運唔錯嘅，有
幾夾嘅，其實啊，會雙方都係中意地方嘅。可惜啦，就係鬧交咯，啊，真係鬧交噶。咁另外一種嘅神馬嘅桃花運啊，咁就真係又爭啲啦。咁人哋講話咩三個年啊、四個年啊，就肯定今年屬馬嗰個就產生噶啦。咁就所以咧，就要開花結果咧就困難重重咯。咁都好過牛啊，冇得卵喎、啊！嚇、自戀一番，我只可以冇得卵。咁師傅，你啱啱講呢個嘅桃花係真係感情方面啦，定係旺到人？因為有啲朋友就係、我做生意嘅喎，譬如啲桃花會唔會幫到我做生意，或者我做生意嚟緊啊邊啲？係生肖係啦，做生意邊啲生肖好啲啦？其實你講得啱喎，今年如果係做生意嚟講咧，要幾個嘅生肖嘅除咗桃花運之外咧，其實佢嘅財運都好犀利嘅。咁第一咧就我哋講翻正財先啦，正財今年其實最勁嘅一個生肖咧就係屬雞嘅。不過屬雞嘅人咧，今年就要特別要小心功夫啦。咁所以如果做生意嘅朋友咧，嗰天下有個事要小心嘅，咁以免惹功夫咯，即係咁啦嚇。如果遇得好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嘅。咁咧就財運方面咧，偏財運咧好嘅有幾個噶嚇，都唔錯噶。偏財運第一好嘅真係個馬騮嘅，馬騮今年係一個大吉大利同埋紅運當頭嘅一年啦，咁所以財運都好好噶嚇。咁仲有咧就偏財運好勁嘅，仲有老鼠啦、受苦嘅人啦，同埋受豬嘅。咁受豬嘅人咧，佢偏財運勁得嚟咧，不過佢同其他嘅生肖有少少唔同啦。咁佢個財運咧就唔係本地嘅喎，係異地嘅，即係話佢得異地之財啦。咁咪點會知異地得財咧？有啲人一就自己去到第二度發展啦，咁就肯定屬於異地財啦。有第二另外一種都係㗎，例如你做生意，你又喺香港啦，但係你做嘅生意係全世界其他嘅地方嘅，咁都係屬於喺個異地財咯。咁就嗰啲財運咧都係大旺嘅，即係異地方面嘅財運比本地財運都仲多嘅，即係屬豬嘅朋友。官運咧？做政府公務員啊，或者係官嘅朋友啊，乜嘢生肖會比較旺咧？係啦，今年咧，如果係做官嘅公務員啦，係做官嘅朋友咧，就幾個生肖大旺噶啦。第一就係、是、都係馬騮嘅，咁啊馬騮跟住咧就係、是、老虎同埋兔仔嘅。咁但係呢個馬騮佢即係佢優點咧，就話咧，今年咧如果佢係可以突破啲阻滯咁樣啦，咁啊可以展示自己嘅嗰個能力啦，咁佢可以多年嘅心愿都可以達得成咯，咁仲可以終於可以做到更加好，同埋把握得好嘅話咧，可以升官發財嗰啲嘅嚇。咁咧老虎咧今年咧就好得意嘅，佢都容易升官嘅。咁但係老虎今年咧佢就遇貴人相助，咁所以佢由於貴人相助咧，咁佢就將自己嘅能力發揮出嚟之後咧，咁都容易係升官嘅嚇。咁做一個兔仔今年咧，只要係將自己嘅所有嘅能力即係表現。展現出嚟啦，工作能力如果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今年咧都會遇到人，遇到嘅個個上司啊，會重用嘅。咁所以咧，兔仔今年都會用新工嘅呢個機會都好大嘅。全部都冇我份嘅，我決定隱居一年，避世一年。學我阿媽話齋，你都要摺高枕頭諗一年噶啦，諗一年先啦。不過我聽師傅講，如果大家頭先睇翻。之前講的我哋多做善事嘅話咧，我會扭轉我嘅命運嘅，大家放心啦，係咪？係真係有真面啲嘅。係。係咁，師傅，啱啱你講到就係話啊，升官咁就有個官運喺度啦。咁如果朋友仔唔係做官嘅，可能佢平時打工嘅，咁事業運方面升職又或者事業會唔會進階機會，係咪都係睇官運定係睇其他嘅？如果是事業運的話呢，要好的話呢，其實你是2021年來講，有幾個生肖的事業運都很厲害的，都是馬騮。哎呀，你真是準了，馬騮真是近得你多，都是馬騮啦。跟住第二個是虎，是不是虎有沒有？真是喎，真是喎。今年事業更上一層樓的真是馬騮，講得啱，真是老虎，這兩個真是有份的。咁喺事業更上一層樓嘅咧，都係有兔仔嘅一個份嘅。
咁所以咧，如果係想係創業嘅朋友咧，啱啱講嗰啲三個生肖嚟講，只要好好把握同埋選擇嗰個行業選啱啊，冇揀錯嘅話咧，其實真係可以喺呢個逆境之下都可以揾到錢嘅。嗯，咁師傅有冇話佢哋係特別需要做啲乜嘢？即係啊，當然第一要做多啲善事啦。咁有冇話其他啊，要特別做啲乜嘢會令到佢哋個運勢會加強嘅咧？如果要加強呢個運勢嘅話咧，其實可以借助風水嘅力量。咁嗱，依家喺呢度咧，順便咧，幾位呢位同大家咁講咧，就幫下大家順便喺度講一講。其實今年咧喺那個風水角度嚟講咧，今年2021年嘅嗰個偏財位咧，其實就係一間屋嘅中間嘅。咁進財位咧就係一間屋嘅西方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喺嗰個大廳嘅嗰個中間位咧，就最好就買翻一對嗰個銀色嘅，即係呢個山嘅色嘅呢個色嘅皮屋。咁咧呢個皮屋個頭咧就對住個大碗啦。咁咧就可以喺一年當中咧就卡翻好多嗰個財運嘅，尤其做生意嘅人啦，偏財即係意思啦，中意買股票嘅人啦，買馬啦、賭波啦，跟住咧就做生意嘅人啦，做銷售嘅人啦。做偏行的人啦，甚至乎是明星啦、歌星啦、電視台嗰啲朋友們咧，即係都好適合做，就做緊呢個買對皮褸，就擺喺嗰個廳嘅中間個頭咧，就朝住個大門嘅，咁就係真係可以招到好多財運嘅。咁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是即係例如打工嘅朋友啦，或者係正常翻工嘅朋友啦。咁咧就適合咧就買三個呢個銀色嘅呢個葫蘆啦，咁就同樣大細嘅最好啦，咁就擺喺西方，即係廳嘅西方。咁咧喺2021年當中真係可以卡翻好多財運俾自己嘅。啊，所以師傅你都著住銀色褸咧，吸翻啲財運俾自己。係啦，係啦，今年係真係幾適合喺呢兩個方面去擺呢個銀色嘅。咁仲有就話咧，如果係想做生意嘅朋友，想公司都卡啲財運嘅話咧，都同樣嘅係可以由啱啱講嘅呢兩個，即係一隻皮褸啦，銀色嘅皮褸啦，擺喺嗰個公司嘅嗰個中間。但係佢有個條件嘅，就係要公司打開個大門嘅時候咧，你一定要睇得到嗰對皮褸先得嘅。咁係呢個好緊要㗎嚇。跟住喺公司嘅嗰個西方位咧，擺翻三個葫蘆都係非常之好嘅，都係吸到好多財運嘅，會增加到自己係諗唔到嘅財運翻到自己公司嘅。更加多嘅詳細分析，梗係阿權朗師傅呢本2021年。嘅牛年運程啦，係嘛？大家記得係啦。如果想知多啲自己生肖，又或者師傅有啲乜嘢對於嚟緊各個生肖嘅預測嘅話咧，可以去買翻師傅呢個今年嘅著作啦。係啦，因為今日時間咁啊有限啦，咁啊即係好難先抽到師傅，百忙之中。抽到時間嚟同小弟啊做一個 live 俾大家喺2021年做一個指點迷津嘅情況啊！多謝師傅先，多謝師傅，係俾啲掌聲，多謝師傅。如果大家係啦，想有啲咩更加多嘅問題想問嘅話咧，咁第一當然生肖嘅嘢你可以去參考翻師傅入面嘅著作啦。咁另外咧就係不妨喺下底留言 comment 話我哋知係啦，咁啊最緊要 like 啦同埋分享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我哋再次之後可以邀請到師傅咧去分享大家。即係俾多啲大家資訊，就係關於會唔會風水嗰啲可以再分享多啲又或者其他嘅術數方面都可以同大家講多啲咧。咁大家行動支持證明啊，喺下低 like 翻呢條片 ，share 同埋 comment 話翻俾我哋知啦。再次多謝師傅，真係抽個時間上嚟俾大家一個提示。亦都想請師傅啦，咁因為新年將至啦，會唔會都可以同大家拜個早年咧？哦，好啊，大家好。我權亮師傅啊，今日喺度好開心啊，同大家見面啦！咁喺度咧就恭祝所有有緣嘅朋友咧，喺新嘅年一當中咧發大財啦，豪運當頭，同埋咧萬事如意啦！好，恭喜恭喜，身體健康！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